孩子生出来了，以后我们把孩子生出来了。阿公，阿囡仔一定拢平安无代志啦，对啊，嘉莹，恭喜你哦。我是袂放心啦，我想要你别甲看一下。阿祖，阿祖，妈妈这边啦，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有小弟，小弟啦，咱家门边我了解啊，大姐啊，谁啊？大姐，谁啊？大好啊，对对对，大好。医生啊，我们家是出事啊，我唔对。 你安尼含的，伊会袂喘气呢。嘉文啊，啊，你有答应过我，要生一对棒球队，还佫有篮球队对无？还佫有啦，今仔日吼，是咱的两周年结婚纪念。 我哦，替你家囡仔哦，准备礼物呢。你看，我哦，送你一条破链，啊，咱的囡仔哦，送伊一个手指，啊，你目睭，目睭金起来看，哈？那无印象，无介意哦，无介意，无要紧啦。我明天哦，就去替他换了哦。 你唔就爱水的，啊！咱内拢是倒去食啦，啊！来转，来转了吼，我买足侪水衫，甲你穿啊水水哦。等做阵哦，甲咱的囡仔车拢大汉，啊！等伊大学毕业了后吼，啊！咱甲找一个好的查某囡仔，啊，还结婚。啊！等伊后吼，迄啰生囝了后。 啊，你都甲准妈妈像我妈妈共款做阿妈，我做阿公，对对无吼？就安尼讲尔吼。啊，唔敢问啊，咱来转吼。我即摆要带你来转啊，我惊你吼去外口说着风会寒着，我小甲你牵一下吼。 惊啦吼！
免惊吼，我着伫你边仔啦吼，行咱来转下吼。身体较虚，倒在遮咧。我看念的吼，要搁带伊去餐厅去庆祝结婚两周年的纪念咧。嘉颖，那不应该走啊！你袂有代志，你袂用倒落来啊！你还阁有囡仔，那无囡仔命安怎？你有想过无？囡仔命安怎？嘉颖啊，甲妈妈讲，我无路在天公庙，甲想要天顶做仙女啦。伊人生的功课已经做完啦，阿文走啊啦！阿英，你袂记得，阿德伯，阿德伯阿文已经袂开家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听妈妈讲，你有听到无？阿文走啊啦！手毛去切掉，嘿，手放较边啊，嘿，对。无要紧啦，拄开始尔，有啥物好歹势？你沓沓来。嘿，手毛去切掉啊。哎呦，你是咧记啥？迄肉都毋是安尼伫咧切咧，迄大大块甲切落，安尼切落大大块，安尼落起来毋只好食，安尼切咧一块是咧创啥？啊，到时安尼甲剁落去。对无，安尼就对啊嘛，安尼就对，你就是安尼就对啊啦，安尼你记，嘛，啊你嘛，啊记，来头毛咧枵死啊，拢食啥菜无？来来，搬起来，搬起来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使啊。
炒粿来炒粿，食了唔足干，甲你看啊，一半菜水水水，安尼就会食着了。我像好细好细啊，啊，当你拄仔味素甲盐下，甲遐尔济，啊肉你嘛爱先炒，啊炒熟了，啊你才来炒青菜，才可以。无啦，迄个哪里？啊你肉拢无鲜的，啊你唔只会煮，啊你肉袂煮。啊，人家咱食饭，啊你个菜饭，啊你阿奶慢慢啊放，啊放到到时啊，大家拢枵着啊，啊你唔只会这个炒粿。 即个，像我即个，啊，一几工我都无伫个啦，啊，一转来就听阿文，伊南山过身的消息，我听着吼，真唔敢相信的，阿文啊，佫真少年，甲家园真相爱，人友好，啊，佫听话，佫真善良，写作天公伯就真残忍啊。 阿文是阮老家的大媳妇，伊才嫁来阮家无偌久尔，阮都还袂赴家疼，介绍，伊就安尼放翁放囝来找伊走，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无，我是真不甘，真不愿。 小姐，你讲我知影啦，这世间上悲哀吼，就是白头毛、送乌头毛，恁即摆的心情，我会当体会。老师，老公已经过身，伊永远无可能再回来。 啊！我又搁感谢兄弟姐妹啊！我知啊，我知啊，恁哦，莫搁这艰苦啊啦！若无，我们在天子若看到恁两位这伤心、这艰苦，伊行袂开脚的啦。 你无听人讲过，人搁较安怎搞，嘛无得你听一遍。我顶个这都是咱的命，咱都要认命。小鬼，我真是也无可能认输，我更加无可能认命。小鬼。
上艰苦的人是啥？是家人呢？你安尼唔甘，安尼一直哭，啊，甲因看到，你叫伊是要安怎活落去啦？ 我绝对袂予恁好人欺负你，好。嘉莹，伫我上痛苦的时阵，袂伫我身躯边的人，竟然是你。你对我足体贴，你的心。 我就是安全感，有你的照顾，我一定会足幸福。除非你后悔，嘉文，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会当照顾你母仔囝，我欢喜都袂赴，我哪有可能后悔？请你放心，我一定用我的性命来照顾你母仔囝。 让你母仔囝幸福。阿文，我就是为了阿文。 知影，我自细汉就足介意阿文，也毋过伊对我并无迄种感觉。我若是会当毋看到伊，我就感觉足满足。虽然阿文有一个相爱的朋友。
我并无因为安尼就改变我对伊的心，现在提供伯仔同情我，让我有一个机会会当带伊照顾伊。我嘛就全要一世人甲伊疼命命，也毋过家务本来就是我的，我煞。 见面对我下落，你连手都甲伊红线手过来。我俩这我的亲情会当改变阿母的命运，谁知影？谁知影，等到害死阿母。你莫阁讲啊，阿公，你莫阁讲。都是我。 假使若是我硬要甲家母庆祝结婚两周年，假使我若无甲伊通电话，家母嘛要来关心伊，都是我毋好啦，我真正就该死我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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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
生这种代志，你不是超过伊的，哪会伊袂怪你啦？佳妍啊，阿文走啊，你伤心艰苦，阮拢会当了解。严哥，你袂一直在这种悲伤当中，振作起来。啊，若无，恁两个妈妈是要安怎？佳妍，我嘛知影你是个阿母，你的心敢若长像刀咧割针的位同款。莫紧，你莫忍，你要哭，你尽量哭出来。妈妈肩胛头给你哭，你出来大声哭出来。妈妈陪你，我大家拢陪你，拢陪你。妈。阿文已经嘛对你后壁转去，你讲唔对啊？嘉玲个天顶伊拢有看到，伊拢知影。老嘉玲，过去不管你安怎皮，安怎跟阮美小村，连你走到遐尔早，阮拢无怪你。不过你哪会当这么紧就把阿文带回去？你安尼敢袂伤超过啊？嘉明，咱细汉时阵不是有约束过，要做伙嫁娶、生囝，搁要做伙变老。才偌久的时间尔，咱兄弟姊妹就走，你还阁有阿文，两个妈妈一个啊失去新妇，还阁有后生，你敢知咱厝内变到偌尔寂寞？因两个根本活袂落去啊，你知无？阿明，虽然阿文走啊，啊，毋过又生一个足古锥的囡仔。叫做崇达，只是为你阿亲，因为阿文的离开，无法度原谅家人，伊唔准恁爸仔囝见面。嘉明，嘉
伊即摆失去阿文已经足艰苦的，我孙若是阁予伊失去，伊会惊，伊一定会活袂落去。嘉明，我拜托你，请你一定要保庇会当予米莉亚真暖心，予伊紧甲陈达兴予咱家用，莫阁有小兵的代志，伫咧家用的身上重演。 是吧？阿文走啊，这个囡仔哦，无老母实在足可怜的呢。阿妈煞大哦，佮规个人伫遐咧动怣去啊，几落工哦，连半句话都无讲，我足惊的呢。阿妈，我真要照顾你，要照顾小孩的。 是无法度接受，啊！不过你唔敢，阮大家共款，唔甘吗？米莉啊，这种代志，啥物人嘛无愿意发生。啊，哪会知影人别人生一个囝，袂做甲放袂遐尔简单？啊，咱阿文生一个囝，命煞休去，我就真哩不幸的代志。你说话呢，阿玲？啊，是安尼啦，说话你听我讲啊。家燕哦，已经失去母啊，心内真自责啦。伊嘛有家己成功哦，爱成就大人，啊，不过。 阿文已经走啊，我相信阿文心内吼一定真袂放心这囡仔，所以今仔家人专工来遮，甲恁阿妈某下一个失礼嘛，希望家人囡仔会当家己抱得去娶啦。不可能，米莉啊，你这漂漂亮亮、活泼乱跳的女儿才交给你们多久？结果呢？你们还给我的是什么？ 是一具冰冷冷的尸体，这个孩子是我女儿用尽生命所留给我的。你们说，你们要用哪一只手来讨孙子？你们谁敢开口？你们不觉得你们这样做对我跟玛莎实在太残忍了？妈。 妈，真是的。
我无尽到一个做人翁婿、做人老爸的责任。家门因为难产来过身，予恁失去一个宝贝的查某囝，予这个囡仔一出世就无老母，我感觉对爸妈就袂得过。囡仔是专工爱甲爸妈下心的，希望爸妈会当原谅我，万一爸妈将囡仔还害我，好无？不要你就道歉，你太可爱了。我们等下回去的，你别管我啦！你呀，妈子，我知你刚刚问这个查囡呢，啊，我知你妈妈在想明明，我嘛是足笑伊的。啊，你讲是这个查囡教我，阮两个做大家无甲照顾好势，啊，伊怎走？我讲是嘞，你别把家用是阮两个唔对，阮两个在回去的。失去查某囝，即摆当咧摸回头，我看吼，当下才搁讲啊。佳音，今咱来转啊。妈，你先转去啊。我要等要再交阮丈人丈母下死的，一直佳音原谅我为止。佳音，你这戆囝哩，你无看到美丽遐尔掠戆，就算讲你规了规到死嘛，无可能原谅你啦。妈，阮丈人丈母失去一个查某囝。伊的心是比啥物人搁较痛，就算讲爱我，当要再跪一世人，我嘛要当要再甲伊忏悔。你先转去，莫管我。小姐，小姐，既然家人有这个心要互跪啦，阿来我心内也无好跪啦。好啦，无你家来保重哦。家己遮尔爱阿文，即摆阿文走啊，假使囡仔搁袂用得带转来，想要叫家己安怎活落去啦？敢哪有法度啊？啊，美丽都毋肯甲囡仔献予咱啊！啊，这嘛袂当怪美丽啦，啊，咱着将心比心。啊，尤其是玛莎，一个失去后生家命，啊，一个是查某囝，即种遮尔残忍的事实，当然是无法度接受啊。无毋对啦。马上跟阿伯吼，即摆啥物拢无，敢若庄家门放落来即个囡仔，确实讲哦，咱也强要甲囡仔抱转来。因阿伯未来一点仔希望都无，我真惊哦，因会活袂落去。阿七甲阿七明两个失去阿门，
确实真可怜，无唔对。也毋过咱嘉莹呢？咱嘉莹失去一个宝，伊敢讲就无可怜？妈，即摆雅文生落来，迄个囡仔咱拢毋捌看过，伊到底是生做安怎，咱嘛毋知影。安尼对咱就有公平心。啊，即摆毋是伫咧讨论公平甲无公平的问题啦。 啊，即摆大家心情都拢无好啊！啊，尤其是美丽，伊都已经失去你伫个，你甲讲啥，伊都拢听袂落去。有伊会当做，咱是等尔嘛。嘿啦，啊过一阵啊，美丽哦，较冷静落来，咱毋才有这个机会找伊参详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伊嘛较疼会落去啊。我即摆上烦恼的是嘉莹啊，伊跟伊家母的代志，遮尔啊伤心，万一伊的身体扛袂起倒落去，是要安怎？ 阿姑啦，阿姑，嘉莹啊，莫跪啊，紧转去啦，嫂啊，即摆无可能原谅你了，紧转去啦，啊，我袂转去啦，我袂当只参会，一直到阮丈母原谅我为止，啊，若无，我无可能离开啊。啊，无效啦，嫂啊，即摆一讲着你，迄几百岁都硬起来，伊暂时无可能放你煞啦，你若是紧转去，要若无哦，嫂啊，袂原谅你，恁只阿虎，都阿个寒死啦。 是我无好，我照顾阿文，这是我唔对，伊唔爱原谅我，这嘛是应该。我甲你讲，你即马国规嘛是规心酸的啦，啊，听我的，先转去，好，阿姑在讲你无咧听，阿姑嘛无法度啦，来啦来啦，我做好你啦。阿姑免啦，你莫怪我，你紧转去啦。你家己好好保重啊。 阿过来走。嘉文，我要大家哦，拢甲你手扛条条条，啊以后咱生一个囡仔，厝的就足闹热的。答应，啊你当作是弟妹哦。这边来赶紧，卡叔咱若生五个，就当组一个篮球队。 啊，若是狗的，就当组一个棒球队啊！真的吗？天公伯啊，我等狗们真正够幸福的呢！较细声的啦，啊，若无天公伯听着吼，会心酸的。嘉莹，我才医生里面讲过，我就剩最后一口气。 在哭啊？还是嘉敏在哭啊？你这个妈妈怎么当啦？孩子哭要赶快喂他出啦！你要给他哭多久啦？哦，玛莎，你是老翻天哦！嘉敏跟雅文都走了，他是我们的孙子。什么走了？什么走了啦？走去哪里啦？雅文跟嘉敏都是小孩子。 小孩子会生小孩子哦，乱乱讲什么呢？雅文跟嘉明都是小孩子，小孩子会生小孩子哦。 乱乱讲什么呢？啊啊！妈。
是伤心过度，什么事情都忘记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在伤心过度，你是三八过度啦。每次这样讲话就永远这样子三三八八的，懒得跟你讲话了。阿信啊，阿信啊！玛莎，阿信已经杀人，被关起来了。你又胡说八道。 阿信一定是在庙口跟人家瞧事情呐！玛莎，玛莎，玛莎，你不要吓我哎！雅文他们都已经走了，现在就只剩下我跟你。如果你也倒下去了，那我跟我们的孙子应该怎么办才好啊？你也不要吓我呢，全部的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我跟你哦。 那我才不要那么倒霉，我要去庙口去找阿信。爸，你什么人啊？你那叫我爸啦？哎，你无代无志，安尼跪伫阮家门口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安尼人会继续阮家咧办丧事，你是孝男呢？ 安尼对我来讲是歹过条呢，你紧回去啦。爸，你是不是因为妈讲要断绝两家关系，所以你要赶我走？啥话啦？你是咧讲啥听拢无啦？爸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好好照顾家门，这拢是我唔对，我伫这甲你赔罪。喂喂喂喂喂，你话唔通安尼傻了，我白乱讲呢。 阮夜昏伫内底困到好势好势伫咧哦，你紧转去啦！你安尼阿好，你会感冒啦，紧转去啦！哎呦，紧起来，紧转去啦，紧来啦！喂，哎、欸，喂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少年小小哦，你阿打嘛恐怖你哦。好啦，恁若真是爱困觉哦，做你困啦，我歹插你啊，少的。 到即马，我都行出失去阿文即个痛苦，连困，都一直做梦，嘴还佫较安怎喊嘛是阿文的命，我看了是会笑唔甘的。唉，就我这样，进前的算命先咧伫咧讲。 我拢是讲迄算命嘴好钱，无伫咧甲伊信道，啊，我即马煞未用无相信。那算命先生怎讲咧？伊讲人根本无法度甲天拼输赢啦，天若要共人修正伊，伊根本都无事先通知你，嘛无伫咧甲你讲道理的啦。算我即世人哦，带着加多平剃扫帚，我命中带煞。 首先，我是确实无钱，后来是革命，即摆是阿文，你看我破戒就好了。你莫听伊咧乌白讲，世间无这款代志啦。但许王龙阿神，那一支嘴安好女女，那话三话四，那讲的话你嘛甲相信咯，较拜托的。啊，若无咱厝内面的代志，咱一层过一层呐。但我甲你讲啊。 这个世间啊，什么代志拢无公平。刚才有时间，
时间上公平，迄棺材底是死人，毋是老人。只是三个都较不幸。你敢不知影？以前我伫母女的面头前，我讲话是偌红声嘞。我即马声细吼是愈骂愈心密，讲话嘛一句比一句搁较细声。我即马我阿舅我若死了。我是要安怎对文慧交代啊？哦，文慧当着我，唔着叫我累死。哥哥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再讲啊，你莫再讲啊，好不好？就阿姐，是安怎咱两个拢跋落去惊你客，啊，规身躯拢是惊你姐。感觉咱这世人根本就无惊命，啊！咱强强要过天平，啊！伊若只一个啊一个拢走去啊！我拜托你，你莫搁哭，莫这样来哭，莫失志好无？我跟你讲，命我愈甲咱创治，咱会愈坚强。咱绝对袂当让命运来甲咱吓惊，来甲咱欺人。咱剩的这三个囡仔，咱一定要甲搞掉，有听到无？其实，其实，我爸爸那个人是，咱老家里好一个人。我才离开一个家啊！无唔对，嘉莹，你是老家的大囝，你有责任，老家一家大听，你还敢徛好条？你还讲伊好听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是风吹去飞，孤烟云去追，不惊的失去一切。宝珠啊，这是今仔要送你的玫瑰。妈好啊。宝珠，你是不是嫌我送一朵玫瑰不够？不要紧，我过来买，我即马来买。不是啦，文静，你最近卖送我红色的玫瑰。先怎卖送你红色的玫瑰？我们这大过新年，厝里的气氛不介好，袂使想红色的物件。阿文，唔是无几岁，那七少年八少年就安尼过身去啊？伊是懒散过身的。懒散？唔是啊，即马伊也遐尼发达，恁无送去大病院急救吗？有啊，也毋过伊是病火，根本就无法度治啊。那也歹运啊！我看吼，即马上较伤心的应该是你阿兄，你会记的，替我好好安慰。在了，杨哥。安怎哟？我问因家的人根本无法度原谅嘉莹，万不肯将迄个囡仔交乎阮。嘉莹一个仔失去了伊最爱的家后，嘛无法度见到迄个哈达出世的囡仔。你敢知影？嘉莹即马大家生不如死。心内不知我尼啊痛苦，无怪啊！你会讲恁家的气氛不是真好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啊。文静，你敢知影？我较早咧唱悲伤的歌，也佫有情歌的时阵，拢一直唱袂好，
自从我失去嘉明，还佮阿文了后，我才真正会当体会到，什么叫做亲情佮爱情。我更加会当体会失去的痛，到底是有偌痛。 既然你已经发生啊，你就唔通继续安尼艰苦落去。假使讲你心情无好，想要找人讲话，你会当随时来找我。我永远都会陪伴在你的身躯边。嗯。嘉云啊，嘉云是安怎啦？阿春花啊！ 你要搁一个发烧身体这么虚，啊！你要创一个跟我叫一声电话，咱就走落来了，你这囡仔哪呢啦？莫讲妈啦！哦，啊！恁人是安怎讲？啊，搁甲咱走落来，你都唔知？哦，啊！手甲你结结，我就是讲留我面前啊，才叫我困呢。啊，我嘛你来招我坐，我困你啊，刚刚困啊哪会啦？诶诶诶，我哪会知影你嘛困去？啊！你要拄久，你嘛小甲我讲一下。啊！我是无说你才叫我困，你平常时你都无遮尔重面的人，你是咧困啥物？我咧命条啊！啊！你莫讲啊！好啦，恁阿莫讲我哪啦？性关心家己较要紧呐。 盖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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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
你，颠倒家爷公的啦。好啦，就准讲你甲囡仔带倒转来。啊，你家己着身体遐尔啊虚咧，破病咧欠人照顾，啊，你敢有法度照顾囡仔哈？搁再讲，迄美丽即摆连见都袂见你哦，啊，搁较免讲，互你看囡仔。对啦对啦，你妈妈讲了对啦，即摆你上重要的吼，就是甲身体顾好用，啊，有体力，才有法度托囡仔。是。听话。好啦，我听恁的就是啊啦。来，我带你来楼顶休困，别给我白走。啊，好啦，我来，我来。谢谢你啊。来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哎呦。阿妈厝内底发生这么侪代志，你伫天顶看到一定就唔甘的吼，请你听保庇咱兜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平平安安。较早家明伫咧时阵，拢是伊在保护咱兜的每一个人。现在伊无伫咧啊，我会代替家民，负责照顾一个家。就算我牺牲我的幸福，我嘛不要紧。爸，请你一定要保庇我。这个爱老爸都保护。来，这手机，啊，顺行。
无人知影啦。哎，郑雄。叔，我无听，你看唔到啊？你在讲什么？你拢无看呀？我看到什么？我是讲，你佫看到嘉莹来啊？嘉荣，他敢再来，我就把他打成猪头。叔，那凭良心讲吼，雅文发生这个意外，也不是全然拢嘉莹的唔对啦。嘉莹是这么爱雅文，伊失去伊哦，都已经足可怜啦。啊！你搁甲囡仔咧占条条，唔那是伊痛苦，你也辛苦，你哪就爱替人担这个囡仔过咧？你懂个什么啊？哼！春花口口声声说要好好照顾雅文，结果后来雅文死了，还死得这么冤枉，这么可怜。这失去女儿的痛苦，我要让他们尝尝。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让我看到这个小孩的。是啊，你应该袂甲这个囡仔送去远远远，拢无要让伊看到囡仔吼。他们休想给我看到这个小孩。是啊，我知影你即马当在红花头，我甲你苦劝你也听袂入。但你气若消啊，你就知影，迄囡仔无老母哦，就足可怜啊。搁无老爸照顾，迄更加可怜哦。郑雄，你再跟我多嘴，我就连你一起赶出去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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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卖讲。莫讲就好啊！哦，马赛，出去啊？去哪里啊？我唔知影呢，我真的无闲啊！伊也无甲我讲啊，有我即下就出去啊！哦，他一下子失去一对儿女，一定心情不好，出去散散心了。我做警察迄个阿海啊，你袂认你哦？我也唔捌你啦。那即摆好个哦，小白甲即落拢唔捌我。嗯，马上。马啥子啊！这火车你哪有跟有法嘞？你是咧破火车要创啥啦？哦，这火车甲我挡着路，我煞袂当转去啦。无啦，人个火车本来就停一只，哪有甲你挡着？无你带我转去好无？马啥？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啦。啊，莫讲是你啦，阮全家伙嘛为着阿文的事，大家拢嘛足艰苦的。当年呐，我嘛袂去怪美丽，甲话讲啊遐尼啊绝，阮确实是吼，都对不起你甲美丽。啊，你是要带我转去无啦？好啦，我陪你转来去啦，走。马莎，啊，恁家伫遮啦，你是要行去倒行啦？来啦，马莎，啊，恁家到位啊啦？啊，无啦，行啦，你来啦，月亮，哎呀，领导到了，哦，林春花，我不是说过不准你来我家吗？怎样，你是不怕被我轰出去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哪呢？啊，我这个，哎呦，我怎那么公公啊？哎呀，干什么啦？哪呢啦？干什么啦？不准对我的春花没有礼貌啦！玛莎，你的靠背啊！啊，我不是你的春花啦，我别人的花呢。哦，玛莎，你脑筋是有问题是不是？你女儿正年轻的时候，跟儿子正年轻的时候，被春花给照顾到连命都没有了，你还跟他来往？哎，冲啥了？啰里吧嗦你！玛莎，没有，春花，哦。不要以为玛莎好讲话，想着用玛莎把雅文的孩子抢回去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美丽，我知阿文走，
你真唔甘，啊，我嘛少唔甘的，啊嘛感觉对你足歹势。啊，不过阿文都已经走啊，啊，这个囡仔已经足可怜啊，自出世就无老母。啊，我希望你家囡仔教阮家用，至少无，伊伫咧成长的过程中，啊，我有一个老爸伫咧照顾。啊，感觉你忍心，要让这个囡仔自出世，啊，到大汉拢无老爸老母伫个身躯，比大汉你是个万叹难呢。不可能的，我坦白告诉你，除非亚文活过来，要不然我不会让你看到孩子的。我要让你这一生一世都活在亏欠亚文的处罚当中。林春花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比利，啊，你莫卖安呢？我一下老个人用扫帚。我够歹命，我狗啊，你是不给呀？哎，嘉义，嘉义，你哪个落来啦？你起来啦！你卖安尼啦，你干嘛气就卖啦？奶奶，你卖气啦！恁让我气啦！嘉义，你今天就唔捌代志呢？啊，所有人拢在烦恼你的健康，你更硬要气？你免烦恼啦，我身体已经好真多啊啦。我想要吼，搁来找阮丈母，求伊甲囡仔害我啦。无效啦，美丽即摆当伫新光会堂，迄连我都无量，才甲我吼吼出来，你气敢有效？有听到无？莫气啊啦。妈，家门已经无伫啊。假使我若无尽着做老爸责任吼，家门一定会怪我。袂啦，家门就知影老母的个性。伊哪会怪你？伊今仔一出世就无老母啊！假使若无我这老爸甲疼甲爱，我惊伊将来会怪我无甲饲无甲疼惜。莫讲是囡仔啦，连我一世人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啊，不过比你即卖，什么人都无爱见，啊，什么话嘛听袂落去，啊，你气有啥物路用啊？啊？对啦，你小忍耐者。就算讲美丽吼，要甲囡仔占条条，啊，不过天底下无迄种哦，袂找老爸老母的囡仔啦。啊，到时阵囡仔甲美丽问讲，爸爸妈妈伫底，伊是要安怎甲应，对吧？爸妈，虽然囡仔是阿文生，啊，不过看哪讲，囡仔嘛是细路啊。若真正不得已，哪当有法度甲囡仔抢转来啊？无啦无啦，无用啊，这个代志哦，也是爱想清楚啦。我再讲啦，咱若真正吼走到迄步啦，两家感情真正着拍歹去啊！啊，到时阵上可怜的人是囡仔呢，伊若做石磨心，上好是莫考虑啦。小林啊，讲了无唔对啦，等美丽血若较浓，心情较平静，咱再来找伊参详，无定着代志会当有改变。对啦，啊，好啦。我有啊，我本来想讲哦，要办一道较青草的，真是甲你爸仔惊小人啦。唉，都无想到讲哦，亚文竟然发生这种代志，我相信即马大家一定拢无迄个心情。我看过一阵啊啦，咱再来尽情小人，你看怎？爸，不要紧啦。饭桌吃饭只是一个形式啊，上重要是咱爸仔囝会当相认。啊对了，我是听恁从恁妈妈讲，讲你为着恁玫瑰妈妈的代志，甲国华两个冤家，你甲佮伊的订婚手指替下予伊哦。你是千万唔当因为哦顶一代恩怨去破坏着后一代婚姻，还佫有幸福呢。那予恁玫瑰妈妈知影哦，伊心内一定真艰苦的啦。爸，我含国华的代志，你予我家己处理好无？无啊，爸爸唔是要插手，管你感情的代志啊。我是要等提醒，
在这个世间哦，要找到一个互相了解、互相意爱的人，是真简单的。爸爸知影啦，你是一个哦，真爱家、爱爸母、爱兄弟姊妹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不过有时阵哦，你要替家己啊加想一下。若失去了姻缘，想要搁找一个甲你适配的人，就毋是真简单啊。我希望这件代志哦，你会当加考虑一下。我知了，爸，你免烦恼啦。思念是风吹去飞，孤烟云去堆，不惊的失去一切。霍华，爸，你看谁来了？表哥，好久不见哦，你最近好不好？哦，还好啦，你呢？我也很好啊，好想你哦。哦，怎么有空上来台北？哇，我上来台北看学校啊。哎呦，考上大学喽？对呀，我考上大学。那表哥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带我去吃顿饭啊？这霍华，你表妹啊，难得从南部上来。陪他出去逛逛，吃个饭嘛，顺便散散心啊。走啦走啦，带我去嘛。走走走，快点。在这个世间哦，要找到一个互相了解、互相意爱的人，是真简单的。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这都可以。我也好为你。太过分了，才把戒指还给他，就马上勾搭别的女生。既然他这么不在乎我，干嘛还要舍不得他？我咧吐大亏啊！你无代志的人，你也敢人咧吐什么大亏啦？春花啊，那讲好听，你叫我一声大姐啊。啊，不过卡出这间厝，那是无你哦，我真是不知要安怎才好。啊，伊是搁去想着啥啦？但你看。家门口阿文拢已经离开啊啦，啊厝内底变到有够稀微的，啊偏偏冲达，冲达咱嘛讨袂转来啦。家英哦，拢无心情做生理，再过来落去看是要安怎才好啦。放心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等我一仙这大仙菜咧吃咧，啊这个家有我伫咧，啊我也无法倒啊，你放心，啊我有你靠。啊，你袂用的啦！我看吼，咱来找些代志来做咧。啊，若无咱两个吼，定下挡咧找安尼互相小对象，迄个若无破病嘛，有甲破病。哎，啊，搁足侪代志还袂解决呢。啊，你即马敢有心情去做别项代志啊？妈，我等啊。哎，我做你等。啊，你过来坐好，代志要问你。哦。啊，你是要问一下？你点点啦。无错，啊，定定写信给你，啊，搁画一个图啊，写一个字，迄个查甫人叫啥名？妈，你莫问遐多啦。你讲哦。我，哎呦，你个歹亲情哩。宝珠啊，恁春花妈妈是惊讲哦，你会去交着歹朋友，毋请恁问的。无紧，你照实讲。啊，看是安怎情形，你甲阮讲，互阮放心一下啦，哈。哦。伊个名叫做曾文静。曾文静。曾文静。啊啊，行偌久啊？半年哇。啊！你食啥头路？啊！伊啥物款家世？啊！厝内面有啥物人？我唔知影。嘿，
你是要让我们知影你是咧讲行咧行花大院，你唔叫叫人骗去？好啦，宝珠啊，啊伊敢无带你去因家？阮两个根本就无交往到遐尔深，我哪会好意思共问遐济啦？吼，你这查某囡仔哪安尼计苛刻哈？啊，即摆遐偌济人当作咧偌济吼，啊一个红花个老趁一个，拢嘛伫咧骗偌济吼，啊失身啦，骗偌济钱啦，啊你又叫人骗你？三百哦，你够紧啦，你咧讲失身就啊，佮退换。即摆就真正，来，宝珠。 无安尼啦，连江哦，你招伊来咱兜食饭啊，阮替你鉴定一下，安尼我嘛会当放心吗？安尼好不？好啦，我连江哦，才找一个时间带伊来咱兜食饭。妈妈，系啊啦，阿姑出代志啊！ 林家没有一个人是好东西啊，谁接近你嘛，谁就衰啊！哎呀，说拜托了。你俩你鸡巴闲了？我林家啦，我叫你扫掉。嘿，对呀，啊你要叫靠就靠了。哎呀，建雄啊，啊你做什么代志啦？怎么来叫我扣起来？阿杜，怎么样？你不敢说是不是？那我来帮你说。 你们林振雄趁我们陈家出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，故意假好心说要来帮我的忙，结果呢，他把会员的钱A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还硬要说没有这回事。账册在这里，看到了没有？你们死没皮，你死没皮，这桩代志你要做，我叫你气死啦！最近够人跟我讲看到你去扣钱跋脚，你竟然扣干了你呀！ 你想叫我，我来不跟你斗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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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真的足歹势，阮大兄伊的手哦有够贱的啦，啊看伊甲你偷摕偌济，我替伊还，啊你莫甲告好无？谁求都没有用啊，他连公会的钱都敢拿，我就是要让他去关，给他一个教训。是说啊，拜托，我也拜唔教，你莫甲我告啦，怎会啊？手来啦，去救我，我唔乖啦。啊你还佫加告，你拢食了几回啊？棺材人敢弄一半，你还佫咧死未毕？唔要唔食死大，我甲你讲啦，这毋是我行人，是人就要放你煞啦。 啊！叫我马上叫人救我，你要叫我安怎啦？就我呀，你叫我安怎乖啦？玛莎，玛莎，玛莎不会见你的啦！你找玛莎干什么？春花啊，当今嘛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本来是讲玛莎给咱斗三工，啊，即摆连玛莎都伫咧骗我，可见哦，伊原来无想要原谅阮大兄啦，是吧？ 我真正嘛无法度啊啦！我真的是引狼入室，没事找事做了，管死你好了！米莉啊，米莉，你个，去啦！去救我啦！我不要我乖啦！行啦，莫管我这啊！哎，这啊，哎呦，春花，这有梦来你管，是要安怎啦？伊哦，家己做起来啦，拢规十岁啦，我搁较过去共款，毋要捡共了人。 春花，翁是你的呢，啊你拢无甲关心一下，啊放下去母一寡这话无会出来，今仔伊会变安尼哦，拢是你这某甲想歹去的啦。春花，你嘛知影，伊连你话拢唔听，哪有可能要听我的啦？嘛是有影啦，是我家己大兄唔好，我怪你要创啥？是啊，实在啦，拄则讲话，想过头大声，歹势啦。 是啊，今仔阮大兄安尼吼，拢是因为伊有我这个小妹，佮有你这个母伫咧互伊靠啦。伊佮会变甲遐尔败类啦，这一遍吼，咱两个共同好，拢莫插伊，互伊去互关，看伊会较气袂。唔知影这个景洪到底安怎，实在有人足袂放心的。
手啊，这样。无啊，那恁大兄到底又搁舞什么出头出来啊？我大兄气死啦！你敢知咧做啥？伊点啊啥讲话伫咧做代志啦，结果手贱啦，去用 A 字啦，去用彼个脏掉啦。啊，啊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即摆人呢？啊，先着搁讲，啊，彼个即摆伫咧红花头啊，啥物人甲讲嘛无情啊，互知影伫咧派出所啦，那有可以无情点？哦，但伊有影是咧唔成时段呢。啊对啊，啊，敢卖叫咱保佑去给斗三工啊？啊，免啦免啦，未来来去乖啦，回去食迄个无脂肪哦，即个甲惊就互伊食苦，看啥要保佑无？好啦，是讲安尼嘛好啦，无伊安尼一直想讲有你咧替伊做靠山，啊你着爱缀在伊脚床后，安尼伊替伊擦脚床哦，实在是哦。唉，无你是搁安怎啦？啊油头革命，我咧烦恼保育啦，啊你敢无感觉国外最近拢无来咱兜找伊？我哪会无感觉？我嘛足烦恼，我足想要问，啊不过我惊问伊心情歹啊，所以我无问啊。这囡仔真爱，什么代志拢握在咧心肝内，使人读个足疼呢。啊，无安尼啊，咱找一天，啊，把因两个人拢叫来，啊，做伙关心一下。好啊。思念是风吹去飞，孤烟云去追，不惊的是。哎，我啥？你来阮家啊？系啊，啊，我知影，啊，你一定为着阮大爷代志来的对无？歹势啦，我叫是你伫咧骗我咧，啊，原来你走阮家哦。啊对啦，啊是讲你来了嘛拄啊好啊，妈啥？阮一直希望哦，迄美丽哦，会当甲囡仔献互阮，啊，不过伊拢唔肯呢。啊，你是咱家房家的大个，啊，伊阁是恁某。拜托的啦，你替阮家讲一下好不？春花啊，我出去打想要啉茶，去泡一杯我的茶给我。嗯，啊你嘛咧好笑，泡茶一向拢我咧泡，你家讲有啥物路用？有啦，我透早我就穿好啊啦。倒一杯来啉啦。啊，我挺好你啦。来，来啉啦，吼！啊，阮大兄代志你要留我考虑一下，啊，看到底是要怎甲恁某讲较理想，吼？啊，拜托斗三工者。春花啊，我的脚腿哦，你着知影，因为少年的时阵啊，我甲人赌气拼，家己牙刀三刀六眼安尼甲落落，即嘛是咧变天哦，有花啊啦，也真会酸会疼。你去后壁捧些水，顺便摕一条囡仔来帮我捂烧一下。看你是咧拜托的，啊，我想我春花呢，啊，种代志咪叫你莫米来做，哪会叫我？哎，你莫是讲你要甲阮大兄斗三工，你要甲我食豆腐哦。春花啊，早人唔通安尼硬嘴硬舌啦，较乖的才会得人疼啦。叫你去就去啦，莫啰嗦。哎，妈嫂，这是阮家呢。是。啊！你甲春花当作恁某，讲的是你有混唔对去无啊？我是倒位咧混唔对，我玛莎，玛莎即世人上爱的查某人春花，啊伊煞毋是春花，我倒位混唔对去。啊！你咧靠妄语啊！你莫安尼调教好无？啊！阮大兄的代志你若歹斗三工，你就讲一句啦，免得甲我装笑的啦，急空急空。叫你去就紧去啦。那不爱去，我跟你讲尻川哦。哥哥，啥物啦？我感觉，唔是咧跟你装笑的，我感觉是这，这有问题啊啦。有影呢，啊，进前伊甲我讲，伊找无路通倒转去，啊，佫一路啊甲我讲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，我看伊物仔，你话无对当去了。哎，啊，敢会是因为嘉明啊、邓嘉文啊，雄雄来过身？伊无法度受到迄个刺激，佮有大家几人拢是煞走进去啊！足有可能的哦。我感觉吼，嘛可能啦。我人生有够坎坷的啦。啊，两个后生查某囝拢走走去啊，啊，厝内水库的啦，你看现啊，有苦佮无地讲，也可能。啊，
他即摆一直出，咱代志车啦。哇，卡车真紧来，哎，菜咱当动作真切啦，即下你要安怎哈？马莎，当春花啊，春花讲要带你出去行行、溜溜一下、散步一下。啊，你要去无哈？嘛好啊。哎，无啦，像我这你是。哎呀，这我无安尼讲，免到可能转去。你看，转去啊，高逼嘞啦，好啦。哦。啊，来转啦吼。马莎，今来转啦。春花啊。我冇牵好条。啊，你是咧？行啦。啊，忙一下袂死啦，叫伊来。别行。哎，你较差不多咧，你顶下安尼牵着啦。春春林妈。小姐，啊，春花以前马莎是安怎啦？啊，煞唔知影马莎哦，规个人走进去的啦。走进。嗯。一直甲我牵掉掉，啊，人爱看到会误会啦，哎，冲啥？哎，哇，救过来，救过来，救过来！春花，安怎？你敢袂记？当初的时，咱两个是安怎熟识的？我是从东武林惊动万教，我是庙口马莎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菜市仔咧卖猪肉的姑娘啊，想袂到。你竟然敢跟我呛声，而且在我的面头前，跟我去当阵的七啊，两个人是嘴皮好过来，是好过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也搁有一遍，我为着要跟人输赢，我拿着一支匕首，直接为我的大腿杀得人干，啊，人对，我计是去当阵我气魄外好的，但是想袂到。我血流不停，就拢要窜起来。是你，你把我当作一只猪公共款，直接拍在你的肩胛头，一路撞去到病院。但是病院看到我流血过多，唔敢收我。是你，你拜托病院收我，所以我才会当活到今仔日。春花，那安尼算起来，你实在是我的大恩人呐。是安尼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才出名，放假大尾路嘛。啊，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当初的时，我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下港的唔惊佚佗啊。但是，因为我唔惊死的个性，所以我带着阿信啊，沿路为将军山，弄一路弄，弄一排个放假。伫个无偌久的时间啊，尔。我马上，我就变作一个化水的剑当，站卡的地当的，庙口马莎，嘿，嘿，嘿，哈！哎呦，奇怪。玛莎到底去哪里了？玛莎，啊，恁兜已经到位啊，吼！哎呦，啊，佫等着行脚步呢。夫人，你吃了？哦，吃。哎呦，美丽啊，你玛莎，哎呦，你都给我陷落去啦！你是咧起笑笑啦？林春花，你做人家大哥的，又害死我们家的雅文，现在又来抢我的安，你是怎么样？你真是不要脸，你！美丽。啊！我知恁阿文走啊！啊，你对我足袂谅解，啊，你的心情我绝对会当体会。但是你这个做某，你敢无感觉？你妈啥？啊，你看，伊当作家己敢关公呢？啊，一支关刀安尼举着，就去走正去啊！那你拢无感觉了啦？你就算我们妈啥怎么样？好好要门哪边来呀？妈啥害死啊啦！妈啥！哎呦，你们也是你们刘家害的啦！哎呦，你嘞啊！啊，我知影啦，你拢伫咧怪我。啊，不过吼，无论咱怎样讲，你敢无感觉你妈煞真正怪怪？你这做某囝爱甲找伊看医生啦，啊，若无吼，伊稳死的啦，你看啦。林春花，你心有够坏的。我们家雅文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现在还要来诅咒我的妈煞？你嘞，你敢无？我大卖走啊！无人走啦，要无拢死了啊啦！你敢知？拄则你妈煞去倒，去阮家啦。啊，讲我就是伊某，管伊是毋是起痟啊？
哦，你不要再讲了啦！你讲的好像马小是精神病一样。哦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想利用马小把小孩子抱回去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信你的啦！美丽，我跟你讲哦，阿是你的，不是我的医，我甲伊甲成了朋友了。假设你若唔带去看医生哦，那是恁家的代志哈。我阿行你啊，阿你家己唔顾哦，我也无法度啦，歹势我来做。好啦，阿妈仔，来来来，关老爷来了，拜关公哦，看下较紧好无，较省心的，来，较省心的，较省心的，哦，阿唔得过我袂走。这位贱人，你是谁？我是你老婆啊！住口！是安怎看到本老爷袂晓讲葫芦话？本老爷的某是春花，不是你这位贱人。来人啊，比恩吉嘛，本老爷要出巡啦！哎，玛莎，玛莎，玛莎怎么变成这样子？春花说的话。说不定还有点道理。哎呦，我要带玛莎去看医生了啦。思念是风吹去飞，予缘分去追，不惊的是。可不可以给我点时间？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忘了我有个杀人犯的妈妈？你不怕继续跟我在一起会破坏你们张家的企业形象，丢你们张家的脸吗？宝玉，我今天到这边来，就代表我已经先向你低头了。你为什么还是去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？我才跟你说要退婚而已，你就马上找别的女人勾搭。你有多重视我们的感情，多重视我们的婚约啊？刘宝玉，难道我在你眼中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？我都亲眼看到，难道是我冤枉你？我今天特别来跟你谈和的，却要被你这样子的冤枉，算了，当我没来过。你耍什么高姿态啊？要个道歉，要个解释，有这么难吗？所以就不要在一起嘛。主啊，我说你看，文静，我今仔穿安尼会用一遍。不主，你咧笑啥啦？我是咧笑你吼，未免伤过紧张啊。阮妈妈因无遮尔啊白头冠，嘛毋是好爸母，袂甲你食掉。我知伊毋是好爸母啦，啊，不过我想讲，我是第一届去恁家见家长咧，总是要恁阿母因一挂好印象嘛。哎呦，到底用会袂啊？会用的，真好。咱紧来去，阮妈妈已经穿好咧等咱。走。身体这么虚，安尼敢好？你也是紧转去啦。嘉英，我不要紧啦。今天你为着我做甲这么多，起码是恁上需要人相听的时阵。我若是唔知，就准多说。既然我知影，我哪当放下我？安尼，我敢是人。抓水！是。咱才拄结婚，伊就管东管西，我要挡袂牢啊啦！
加分啦，是嘞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阮祖母妈妈就做迄支嘴，啊，其实哦，伊心肝真软啦，莫阁生气啦。啊，若无哦，会去影响到腹肚内底囡仔，啊，到时阵哦，伊也出事，就甲你同款面凹凸凸安尼，敢好？好啦，既然你拢讲话啊，我就凑煞去啊。嘉莹，像你这款这么好的人，我感觉我陪你袂去。像我这款无大无小、现实的查某囡仔，我相信已经见识过啊。你敢袂惊？你敢搁敢把我留落来？会当找到你，是我一世人上大的福气。照顾你一世人，也是我的责任。只要你愿意将你家己交予我，我一定好好疼惜，好好照顾你一世人，绝对无怨言。嘉莹，多谢你。嘉文啊，做你放心啦，恁母仔囝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啦吼。嘉莹，我一定会扛起这死来。我就想你耶。嘉莹啊，阿静。对咱振作起来，莫阁浸在失去家门的悲伤当中啊！你莫袂记呢，你阁有一个囡仔在恁爹妈遐。这我当然了解，是毋过，不管我怎求，莫讲是见冲突，阮丈母连门都莫予我踏入去。你讲，我哪会袂伤心？哦。讲到这个美丽是有够烦的，啊！不过不管怎，伊嘛失去一个查某囝，你得用心甲感动，甲囡仔接转来。我知影，嘉莹啊，莫阁伤心啊啦！若无恁两个妈妈会为你真唔甘、真烦恼，你知无？啊，对了。保守伊男朋友哦，今仔要来啦。啊，恁妈妈希望你莫阁伤心啊。咱做伙转来看伊男朋友，谁做啥款好？保住男朋友。是啊。你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就当场哦，在你面头前，出卖我家己哦，你看。耶啊！呜！哎哎，建阳啊，你什么现象啊？哎，建阳啊！一位前任老板上，为怎样？你来到本老爷面头前一直拷问。如果你若是有任何冤情，请你去开封府找包大人，唔好来找我关老爷。你胡白乱来啊你啊！我今天早上来找国华，就是怕什么，跟伊解除婚约。啊？你要退婚？没错。嘿，夫人，你讲啥？刘宝玉，你即摆当作阮丈家是啥物？好欺负啊！哦，要结婚就结婚，要退婚就退婚。会用的啊！你若是要退婚哦，你就爱替阮丈公吼洗门风啦。
起你温柔的鼓励，相信我会保护阮的一切，才会无留偌久的，无等我万回，就是命运起底，你的爱是温柔的鼓励，予我相信爱是一种天。思念是风吹起飞。